Hello，大家好，我是 Adrian，欢迎回到加拿大 ADM 新闻周报。那本周呢，有三个新闻要来告诉大家，以及两个 ADM 为你们准备的移民资讯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新闻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是留学生经验移民分数只要75分，以及第二个新闻是 PGWP 毕业后工签。可以100%海外线上上课哦。那第三个新闻呢，是留学生入境竟然1000块能够14天吃喝住全包。那我们另外两则替大家准备的这个整理消息呢，有包含了什么是 CEC 经验移民，以及留学移民的第一手整理汇报咯。那马上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则新闻啦。好啦，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则新闻。那第一则新闻呢，是留学移民分数大暴降，竟然只要75分。我们在2021年的2月13号呢，有看到加拿大移民部快速通关，一次性邀请了27000多名候选人申请 PR 哦。那分数呢，也来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要求，也就是75分啦。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这次的分数这么低呢？移民局呢有说，这次邀请目的是为了帮助在加拿大境内有工作经验的申请人度过疫情的难关哦。那政府呢也有说，他们将努力达成移民目标。那目标是到2021年增加401000名的新移民。之所以呢增加了新移民的接受数量呢，主要是因为要弥补2020年的疫情缺口。那在我们之前的影片当中呢，我们也有介绍到加拿大移民任务授权书的五大重点，其中呢包含了制定的新移民计划，加拿大会继续审核新移民，以及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复苏。好，那再来看一下，很多人都不了解到底怎样符合移民资格。那你是身为留学生，那之后要怎么移民呢？我们将在线上为你解答。我们在2月25号礼拜四多伦多晚上7点呢，将与 Visa Hub 合办留学移民线上说明会。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记得在我们的报名网站那登入，然后以及填下你的资料。那至于这个报名网址呢，我们会放在我们影片的资讯栏当中哦。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参加。再来呢，是2月22号强制入境隔离开始实施，所有加拿大的国际航班，包含从美国入境的，都只能够降落在4个机场。包含了温哥华、多伦多、卡加利和蒙特楼的机场，所有的入境旅客在机场都需要接受 COVID-19 的核酸检测。那我们多伦多呢，也已经在2月1号开始强制测验了。那并且要在政府许可的防疫旅馆内隔离3天，等待检测的结果。那其中呢，住宿花费还有这个检测费用哦，皆由旅客自行负担，也就是我们上个周报有提到的这个约2000元加币的隔离费用。那正式宣布由2月22号开始实施。那如果你要入境的话呢，这边有几个小诀窍，如果你是学生哦，总共有5个大点，我们会来跟你说一下要如何这个入境。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入境的一个流程图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一定要先记得先取得学生签证，那也要确保你的学校是在 DLI 的名单上面哦。那再来呢，登机之前你需要取得72小时内的阴性报告，以及你要做好你的隔离计划，还要预定3个晚上的这个防疫旅馆。那你抵达加拿大后，呢，需要再次进行检测，入住政府指定的隔离旅馆3天，等待检验结果。最后呢，取得阴性报告后，仍然需要回到家隔离14天哦。那这隔离14天呢，每天你都要回报你的健康报告。好，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其实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也就是毕业后工签呢，可以在境外线上上课，延长至12月31号了。好，那之前呢有公布说在5月1号以后的境外上课是不算，但是呢 IRCC 已经公布了哦，将延长到12月31号2021年，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冒险，好，不用再冒险紧急着赶快返回加拿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即使呢现在是 100% 的网课，也不影响申请 PR 哦，这个也是相当重要。如果你们有想要更多的了解详情的话，不要忘记联系我们的顾问，都会再跟各位交代更清楚的资讯哦。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1000块包吃住的这个计划，那这间学校呢叫做多伦多管理学院啦。那多伦多管理学院也跟尼加瓜学院合作咯，现在你只要在多伦多市中心就能够上这个尼加瓜的课程哦，它是跟多伦多管理学院 TSOM 所合作的。那现在呢一年的学费只要12000元，还送你免费的语言课程哦。那课程里面包含了商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业以及饭店与旅游管理哦。那这些课程呢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也是加拿大非常急缺的一些工作，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到加拿大读书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康的机会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温哥华疫苗已经施打到第二阶段哦，留学生也是可以打疫苗的。那在 BC 省呢，它是以这个年龄为基础，从最高危的长者等弱势群体开始，分为4个阶段这个接种哦。到2月16号已经有16万人施打这个疫苗了。那第二阶段从2月底开始到3月，主要目标人群为这个社区内80岁以上非原住民的长者，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等等。整体来说呢，前2个阶段均是照顾这个集中照顾高风险族群啦。那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开始向普通民众，也就是由2021年3月开始，大多数符合这个资格开始接种的省民，将可以在网上或是电话预先登记疫苗接种哦。所以加拿大已经开始施打这个疫苗了。好，再来，其实是我们最近很常有人在询问的一个话题，因为呢这个港人计划啦，还有台湾人看到这个75分新低的这个移民计划，大家都开始在询问说，到底什么职业在加拿大是需求量最大的？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在地独家新闻来告诉大家。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得到有10个工作，第一个呢是 customer service。那这个顾客服务代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导致顾客服务代表的需求量大增，那公司希望能够有专业处理事务的真人可以沟通，包括了这个处理退款啊、取消订单等服务哦。所以顾客服务代表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是 driver 司机，各类的驾驶员需求量大增，尤其是卡车司机、卡车驾驶员，其中更包含了向医院运送医疗用品的驾驶员哦。那第三个呢是护士啦，碍于重症监护的病人增加，导致护士需求量也增加啦。到2022年呢，加拿大将会需要6万名护士来帮助这个人口老化。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到加拿大就读护士学程的，这个在未来绝对是一个移民的非常好的一个职业哦。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劳工啦，全国各地呢都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工，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如果要做这个一般的劳工、普通劳工呢，也算是一个移民需求的工作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电子工程师。由于许多公司呢都依赖复杂的系统来维持这个公司的运转，所以因此呢会对电子工程师需求量特别的高。好，那第六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软体开发人员。电子商务呢是日益普及，所以会电子商务的朋友，那这个软体开发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到加拿大就业，那不妨先来加拿大就读。那等拿到工签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软体开发人员的工作啦，因为这个也算是在加拿大最大需求量工作的前十名哦。好，再来是会计的这个职业。会计师呢能够为企业提供获得政府资金和金融税收减免等问题的建议，所以很多公司都会需要有会计师这个职位的哦。好，再来第八个呢，叫做 HR Manager， 也就是人力资源经理啦。那人力资源经理呢，对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公司之间呢有很大的影响力，需要制定新冠的人力资源政策，例如呢远程工作政策啦，健康和安全的政策，所以人力资源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哦。再来第九个呢是理财顾问。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许多人面临了抵押或是租金支付以及债务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呢需要理财顾问来提供个人支持还有这个建议，理财顾问是相当好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是科技行业。不管有没有这个大流行啊，科技行业都存在这个劳动力的一个短缺， IT 业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就读这类的课程，未来在找工作也是比较容易的哦。好，所以以上呢是我们的在地独家新闻啦。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就是说已经有工作经验的朋友，有一年工作经验的朋友，其实你就可以这个递交你的CEC 经验移民了，至少你要有一年的工作经验。那如果你错过了这是75分的这个经验移民，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政府有说了嘛，到2023年的百万移民计划，所以未来呢我们也是看好有这个低分数再次出现的哦，所以记得赶快把握机会，赶快进入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哦。那我们希望移民分数呢能够持续的探低，那至于呢要怎么在加拿大工作，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大 ADM 的顾问。最后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就是未来如果你有想要到加拿大就读公立学院拿取毕业后工签的话呢，我们加拿大 ADM 会持续给出最低最低的一个学费以及最高最高的优惠。那至于要怎么得到这些优惠，欢迎联系我们加拿大 ADM 的顾问。最后不要忘记订阅以及追踪我们加拿大 ADM 留学移民领导品牌，谢谢大家，下周见，拜拜。